吉安山公所为提倡环保永续观念，也增添亲子同乐回忆，十二号下午在浩克广场举办了吉安植树育儿节的活动。校长游淑珍和贵宾们挽起衣袖，带领上百位的大小朋友们一起认识树种、种植苗木。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呢，也响应植树节，欢度了亲子周末假期。准备了，一起洗手，洗洗手，别乱摸，吃东西前洗洗手。欢乐的音乐响起，小小朋友跟着小福星王国达琳姐姐唱唱跳跳，手舞足蹈，场面超热闹。谁最棒？吉安乡公所为提倡环保永续理念，也增添亲子的同乐回忆。十二号下午首次在浩克广场举办吉安植树育儿节活动，乡长游淑珍也与贵宾们挽起衣袖，带领百位大小朋友认识树种，共植树苗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缤纷乐活，学习共融，大手牵小手，在吉安首创的一个植树育儿节，在吉安，今天相信孩子跟家长共同种下了这一份希望的种子，能够在吉安生根发芽以外，同时我们在周边有资源回收，有二手家具，有我们的这个闯关游戏，相信教育从小扎根，社会建设的铺陈涵盖了多元的面向，让孩子懂得生态，让孩子懂得学习照顾以及所有环境的爱护。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植树节很重要推展的力量。随着地球暖化，气候逐渐变迁，吉安乡公所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将环保理念向下扎根，并推出春天花草市集，邀请十多摊极具特色的摊商，让民众能漫步在缤纷的多肉植物、干燥花及花艺的围绕下，度过悠闲美好的午后时光。记者徐丽琴，吉安乡报道。